时尚的马克城中，伊甲人无相像，伫背壳顶面塑造出斑斓多彩的艺术世界。传承的当中，咱一定爱创新，来带继续每一代拢有每一代的物件。伫厝家般的教养中，伊用观音心，每一声予人心头的震动。好了，如者或者理性的思维回归自然的状态，好像会当感受到甲周围同频共振。声音一敲，我就流眼泪，就觉得哇，就是这声音好美，然后好感动，它可以直击你的心房。无论是伫传统行业内面标新立异，也是伫个新兴行业内面寻求突破，新时代的新兴万人人，秉持着敢相持、乐意开创的精神，伫个行业内面不断前进，在不懈的天地当中逐步成长。请收看本期《万人通新兴万人人》第二季第二集。州弯弯真长的海岸线，是真多贝类栖身的天然水帘洞。散落伫个沙滩顶面，予人看无目内的贝壳，伫个贝条串联手内，幻化做一件一件精良细致的艺术品。王清香，八零后漳州贝条手艺人，也是福建省工艺美术界的名人。甲闽南地区传统的贝壳拼接艺术无相，正确雕刻一贝一世界，是伊作品的创新之道。这样啊，是看阮外公伊咧做迄种贝壳，啊做家具无？咱爷阮爷是拢是做家具，啊家具有淡薄啊，迄种贝壳去想起有花鸟啊、花那些遐之类的。之前是平面的表现形式。到我家，我就因为想要创新嘛，然后就用浮雕的形式。因为早期我有去接触一下玉雕啊、石雕啊，啊，真爱迄种有迄种立体感。但是呢，贝壳因为伊的材料有限制，无法通做甲像圆雕迄种感觉。但是我会使做诶高浮雕、甲个浮雕、甲个浅浮雕，几下种方式，还有迄镂空雕那种，几下种方式去表现。雕刻贝壳的时阵，王清香会根据每一个贝壳的天然色泽、纹理和形态来进行构思和创作，让作品和贝壳浑然天成，融为一体。啊，这件是鲁王贝胭脂蕾啦，胭脂蕾伊多是粉色的，粉色伊适合做迄种装饰品啊。啊，这款的是微贝，微贝伊这边微色的，看着洗水，予人感觉讲哦，这种洗清气，然后泡滚起来，有的会使用做盘啊。啊，这个万宝螺用途搁较侪，伊这条呢会使做竹啊，因为伊颜色会使做手串啊。啊，像这边实际上也会使去。我即摆是想要雕刻一个水仙花，水仙花伊就。需要像这种乌贝啊，它适合做一些国画的题材啊，风景啊，人物都比较适合，因为它有白色和黑色两个明暗对比，然后雕刻出来的场景它有立体感。
为了创作的时阵，就先根据材料的大小设计出作品的位格，再搁伫个乌叠背顶面勾勒出对个的线条甲图案。雕刻水仙花，王千香采用浅浮雕的表现形式，由外到内由浅入深的雕刻，借助放大镜进行细微精准的塑形。刻到伫伊个手内轮番的挥舞，伴随着目线消失，水仙花为平面为果变为立体雕像。无论安怎精雕细磨，背壳的表面始终拢是粗糙。王清香照感玉雕的抛光技法，伫背雕顶面进行精细打磨甲抛光。乌蝶杯随着光线的变化，闪耀出绚丽色泽，晶莹剔透，光洁叮咚。这是创意和创新的彼此相传。拄去做一种规片背雕吼，去展览的时阵，大家感觉真好奇，讲哦，背壳原来也会使安尼雕。所以因为之前因就是感觉讲传统的背条是拉体，因认识的是拉体，看的拢是拉体。所以但是我后壁作品出现的时阵，因就感觉哎背壳实际上哎呀做一下浮条，做一下各种各样的物件。拄头做出来图案是洗简单，啊有先去找几个有去共推荐，就是讲问讲啊恁恁家要这個、看有人要甲代收，要种代理销售啊无？有啦，迄顶也是有碰壁，就是讲，啊，有人找人拄头，人迄种想法无，迄种啊前端无人看过，还是没人尝试。作为背雕的新秀，王清香意识到，可能只有声名才会当伫个行业有立足之地。所以，长达几年的时间内面，伊投身于一场一场的比赛，是因为心内的迄份寸劲甲唔甘心。因为背壳有一定的硬度，所以是真歹切着。到时就是讲之前先容易去弄着手嘛，啊手也经常着伤。背壳因为你海底，啊所以有时啊有旧坑。啊我设计时阵，啊早期无的时阵，啊切切到要完整的时阵，发现哎呀这位也破一坑，所以就很不完美。之前啊想过讲啊算了不做了，唔卖做啦。但是呢又看到讲不甘心嘛，就是讲啊那个就爱讲唔爱讲半途而废了。一定要选择坚持。予我最感动的应该是咱福建省一个曾艳杯迄个比赛，迄个是2019年，迄个金奖是海上丝绸嘛。啊，然后因为无想到是讲，突然间有一个金奖，所以就太欢喜啊，喜，那当时就喜极而泣，哦，太感动了。在王清香身上，咱看到了伊打拼的干劲，是不断努力，强化翻力。伊相信每一摆的到底是一种勇敢的突破，一种信仰的坚持，一种坚韧的成长。最早以前是为着比赛去创作作品，到后来呢，我就想讲为着家己的家乡，慢慢啊创作，讲推广家己的名，就是家乡的名片嘛。拄头是有土楼嘛，土楼迄个就是真好旅游景点嘛，还有水仙花是泉州的特色，啊，甲包括厦门有一个德兴宫嘛，迄古龙寺遐文创商品拢有啊，啊，甲卤白，阮泉州卤白，嗯，慢慢啊将阮本地物件的故事啊、风景啊，然后推向大家，互大家外口的人去认识，讲咱遮闽南地区有遮济物件。工艺价值，唔干呐在有厚重的历史文化，佮卡着有与时俱进、融入生活的亲和力。除了雕刻艺术品，王清香啊，跟着时代的潮流，制作出手链、手环、胸针、册签等真多实用工艺品和文创商品，迎合年轻一代的喜好。
不会开那颜色，因为那颜色太水了。然后，伊甲遐石雕啊、玉雕无共，无伊有迄种像彩虹的迄种七彩的迄种颜色。啊，所以我就感觉讲，来去制作一下迄种首饰品啊，迄种来手链啊来挂，应该是洗水。五月，王清香工作室迎来了一批嘉宾，精美的艺术品加手工饰品，深深地吸引了美国知名艺术家代表。因啊，作为城市伴手礼，漂洋过海，予搁较侪人欣赏到因的美。因为外国伊拢真爱挂这种物件无，伊感觉这种属于大英的朋友感觉是珠宝级别，然后他可以弄成珠宝啊，还有那些就是比较高端的物件。啊，因爱就是较爱就是那美人头，到尾啊咧就有家己的想法，就创造家己的。咱中国像咱中国伊早是古早迄种仕女，反正也是流行迄种古早迄种风格，然后就把迄种古早风格迄种美人头来雕刻在背壳面顶啊。创作总是会遇到阻碍，今仔王清香陷入困境的时阵，伊总是会一四季吸收灵感，或者是伫个山林深处，或者是伫个里内巷间，或者是甲身边的人开讲。伊讲，甲查某囝交流，总会当为伊的背雕作品，书上搁较侪属于这个时代的新鲜血液，艺术的生命力也有了新的演变。王昭也是伊给我新的想法，今生的，甲伊爱的物件设计多做画出来，然后会使讲，学下制作，慢慢啊讲制作遐物件出来，属于用这个，囡仔时阵的迄种少女时代的迄种物件。迄件朱熹画世书，迄之前是因为福建省文创展伊主席的。题材内底个内容是画个设计，但我感觉哎，这三色安真可爱，真细细安尼，真可爱，真古锥啊。我对妈妈的背雕，就是背雕事业是，就是采取特别支持态度，就是很愿意，就是跟随她去做。接触背雕的话，能够更让我更好的领悟就是。非遗带给我们就是现实生活中就是比较积极的影响。让艺术生活化，让生活艺术化，观察市场紧地步伐，在变化当中抓到每一个机遇，这是王清香创新的每一步所思考的。贝币嘛，从以前三代的时候就出现了，然后到后来因为贝币它有点不够用，就开始有点铸铜的铜背嘛，到后面还有一个铜镶金的包金的这个。除了做文创产品，王清香也将工作室变为开放型的学术空间，吸引更加侪年轻人了解背雕技艺。同时，借助网络直播和手机搭上互联网的快车道，扩大非遗的传承面。这种是长香螺，其实长香螺大一点，就像那个大一点，它可以做音响。行业创新、文创产品、手艺学堂、网络直播，在王清香看来，无论借用什么款的形式，只有释放搁较侪创意手工艺，才会拥抱生命力。总是想要干做干无同的，较特别的。所以我就是感觉讲，像这种非遗的物件哈，唔是讲讲传承，但讲传承非遗，但是传承的当中，咱一定爱创新，继续的落去，每一代拢有每一代的物件。近二十年的背雕创作现代当中，王清香打破常规，创造新的形式。为立体背雕到工艺饰品，为行业新秀到城市伴手礼创作者，一刀一刻当中不断创新，孕育出万人大会上瑰丽工艺智慧。
瞬息万变的世界，吵吵闹闹进入着大多数人的神经。在真无用的频率当中，心切一头到底灵魂深处的声音，无边内心的焦虑不安，因了这个新兴行业成为心痛。声音疗愈，一种让人沉浸在声音震动频率当中，实现深度放松和疗愈身心的冥想形式，近年来吸粉不少。在喧闹的厦门城市中心，走入一间外墙掺满故宫红的工作室，纷纷了了，好亲像鼻青如蜡。金玲，身心艺术疗愈师。出世在漳州，成长在厦门的闽南人，也是这个空间的主人。作为疗愈师，通过音疗店艺术疗愈方式，唤醒疗愈者身心的本能感知，让伊的舒舒悠悠体验一种非常美妙的清灵之感，是伊职业的艺术魅力。我是龙海人，小时候是出生在农村。然后小时候是，但很早我爸就到镇上，就叫石马镇上。那小时候是在田野里面有，就是踩过农田啊，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，到我现在做这个事情，我还是会链接上这种很淳朴的天地、田野、返璞归真的那种感觉。其实就很想把这种理念传递出去。就每个人其实人的心其实是最关键的，就外在的境遇其实是由你内在来决定的，你所有东西都是你内在的一个投射。那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遇见宋波，当时我一看到那个波，哎，我就有一点，可能就缘分比较深吧，就哎有点触动，然后那声音一敲，我就流眼泪，就觉得哇，这声音好美，然后好感动，它可以直击你的心房。然后你会到那种，哎，好像会很就是链接到很多东西，就是对，就会让你的心静下来，同时你会有更多内在的思考跟提升。欢迎来到哲界，那我们先静守静心，开启这个美丽的旅途。随着金玲的脚步，触觉不相容，上不的声声泛音一圈一圈摇动开，空灵的音韵萦绕在空间内面，疗愈者的身体甲拨声相融，僵硬的肌肉甲沉闷的内心得以舒展释放，一呼一吸当中，好亲像予人听到了诗甲晚风的召唤。音疗就是以波为主，有铜波、水晶波，我本人更多会用铜波，我觉得铜波更浑厚、低频，然后更就是撞击人心。那水晶波声音比较高，它更悦耳，那还有锣啊、雨棍啊，然后各种，但是我更多的是会根据来者再做一个创造，就是根据它的频率调频去使用这些工具去传递。你敲波的时候，你必须达到一个无我的一个境界，你不能够有自己的一个评判，你也不能有自己的一些心思意念，你是一个很大的、很宏大的、很一体性的、很没有对错的，然后很纯粹的去传递。自然的声音总是会当唤醒生命的能量，疗愈者的内心回归平静，固化的心灵和思维模式被打破，身心由内向外畅通，一切黑脸开朗，生命只在当下，全然自在。这几年整个社会的环境其实是蛮多变化的嘛，你看大家疫情啊，还有经济变革，就像以前那些传统企业的老板，对吧，他们要转型啊，遇到问题，所以我觉得人心是比较焦虑的。包括我也看到大钱，就是看到身边也有的人高楼起，在北京，我做互联网金融，应该是2015到2017、2018那几年不是也是互联网金融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那段时间，所以我暴富也比较快嘛，对我感觉到就是人追逐的这一就那时候就会有一些更深的一个
这种人生意义的探索，包括你做那么多的一个努力，还有去竞争追逐，你是为了什么？我觉得人心是需要有一股力量去跨越生命当中的变动种种，还有现代社会大家对这种精神方面的追求其实已经越来越高了。将了如此静止在长长的时间线当中创造出内在的处事反哺生活，这是金玲从事身心疗愈行业的初衷。那其实金玲老师本身就是我一个很欣赏的独立女性，然后她带给我的感觉以及她的敲出来播的这种声音，其实能量是不一样的。说到这些情绪，你并不是要去对抗它，也不是要去分散掉它、分离它。喜怒哀乐跟我们的七情六欲还是身体的一部分，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跟它和平共处。所以我知道敲播的时候，其实也是把你内在的一个爱表达出去。那时候只是做着说，就是帮助身边的人，然后做一点公益，有些时候去一些自闭症小孩的一个学校啊，或者去一些社会社区，然后也有去老人院，然后也有一些特需儿童的学校。关照每一个如花的生命，用关关的善意传递着无限的爱，用音疗温暖着他人。这款的身心艺术疗愈，亲像一束光，穿透心灵的空洞，甲人照出希望的轮廓。每次正式课程之前都会布场布箱，然后环境的眼睛看到的，然后他都会有感觉，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一走进来这里就觉得哎好清凉，包括这些每一个光线我们都会调到合适的色温，对，不能太刺，不能太暗。这张年度课表你要让设计重新再调一下。细心布场，关注每一个疗愈者的具体情况。七月无相的主题，融合无相的艺术，在新兴行业内面不断的探索。金玲对家己的职业范畴，唔单单限于音疗领域，对伊来讲，音疗只是身心艺术疗愈的一种形式。因为我想做作品，我就想像这个东西要像艺术一样，它不追求量，我想做融合。我会融合不同的主题进来，你看我一月份我就融合了手碟，颂钵加手碟，三月份我融合了芳香精油加颂钵，四月份我融合了催眠加颂钵，五月份我融合了水晶加颂钵。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嘛，茶是比较生活化的，然后大家都要喝，然后闽南这边用泡碟啊，然后你想它是茶叶嘛，茶叶是植物，它长在大地上土地上的，所以茶的目的不是让大家品这茶好不好喝，是通过茶来洗涤我们进来浮躁的那些磁场，包括那些焦躁的情绪，先一遍一遍地冲开大家的那个灰尘的样子。茶寮冥想线上直播海外拓展多样化的艺术疗愈体验，让无相的人会当选择适合家己的疗愈方式。这款的创新和创意难能可贵。对金玲来讲，这些理念也随着时间的磨练，愈来愈坚定。抛开烦扰，在社运当中小度，在强劲当中中红，在舒缓当中耐性，在频率当中连接。金玲用无相的身心艺术疗愈方式，打开了一个疗愈者的心，来因为身心充满电，伊愿意拄着搁较好的家己。因为声中的流甲光，无必要每一个寻求内在处事的人。造就了金玲这款观照人心、抬头向上的身心万能人。